的牙齿都掉了。所以我不好意思，你看。脱下口罩，上排牙齿缺了个洞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还把牙齿拿在手上给媒体拍，更指控牙齿是因为立法院财化法冲突被撞断。这个是很常发生的事情，我也不会特别指责，我就去把它补好就好了。陈玉珍落单的时候，然后你们对他再做出任何对他人身伤害的事情。同党立委也心疼暴屈，但陈玉珍的牙齿也立刻被抓包，老早就掉了。我希望明天来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仔细看，陈玉珍前一天接受三立节目专访时，门牙旁就有一个黑洞，不见牙齿踪影，让立委大酸也很大。你居然连你缺牙烂牙都可以栽赃到民进党身上，连自己缺牙都可以拿来消费，你就是一个无耻之徒。礼拜一松脱的时候就松脱了，然后我这夹我就把它，我后来今天要开会，我怕难看，我又把它弄回去，把它牙齿弄坏，然后只为了去指责他们，这不是我会做的事情。不止承认牙齿早就掉了，断牙后还急奔南部补牙，但现在虚弱的陈玉珍跟过去似乎差很大。今年三月卫环委员会专案报告，陈玉珍把吴思瑶一个熊抱甩到墙角，还有这个全副武装。国会扩权法案三读时，陈玉珍全副武装，穿黄金战衣、戴头盔、护具登场。就算单挑男立委，他也没在怕，让他博得金门女战神封号。但现在却因为冲突过后牙喷飞，成为焦点。三立新闻联播台有播台北采访到。